form works, it's like, you know, it's like you're in a dark room, but there's suddenly there's light, and you got that aha moment. Kisses, 或者系叫做 perhaps。咁啊，嚟自一个古巴嘅一个系 musician 啦。咁当年咧系1947年咧已经出现嘅一个又系西班牙语嘅版本。咁到1948年咧就开始有英文嘅歌词嘅版本啦。咁之后就有好多好多歌手都录制过呢个作品噃，包括大家都好熟悉嘅 Bing Crosby 啦、Nat King Cole 啦，或者刚刚出过场嘅 Doris。咁啊，呢位系 Jane Morgan 嘅演绎，你又觉得点呢？咁不如听一听，我谂呢个作品大家都会好记得。咁呢个系 musical film 啦，《The Sound of Music》里边有好多好多歌曲咧，都系大受欢迎啊。不过可能呢一首咧。这种刀劈或者斧砍的意思，酌琴是指对中国民族乐器古琴，也叫七弦琴，进行精工细作。运动员的身高还可以加装床尾凳，加长到2.3米左右。大运会以后，他们还可以重新组装为大学生组合床构造，实现了资源的循环长期利用。而绿色低碳深度融入到了大运村的建设运行当中，也将在大运会后继续服务于成大的师生。文化活动方面，大运村赛事将举办主题晚会、中外电影展播、中国非遗技艺互动体验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验、汉语桥中演。大体联夏季大运会部经理布莱恩说。A lot of effort. 为建设今天我们看做了啲比较丰富一啲嘅系对话，他们看到我方提供的一切非常高兴。好，我哋再听一听专演嘅一个亦都系好经典嘅作品啦。而呢个作品好特别啦，亦都系嚟自系英美嘅，咁都系嚟自一个 Mexican songwriter， 系1934年已经出现嘅一个作品。同年咧系西班牙语咧同埋。